把刘备杀了，你不就变曹操手下了吗？人家叫荀彧，什么狗货啊？看你像狗货。上路应该是杰斯，我们中单鳄鱼，剑圣打野，剑圣。打把中单鳄鱼，他学了个 E。哦，你也征服者呀？这波直接越塔杀的，听说你很会亮牌啊，兄弟，你又凭什么在我面前亮牌呢？斩杀线，鳄鱼斩杀线就这样啊，这很正常。两管路的斩杀线还不把他杀了，一记人直接满血死，平 A 接 W 再接平 A 再接 Q， 这个样子。往上走一波来，一直追，我们有鞋。一直追，硬追。你来吧，你自己推吧，不管了啊。我靠！我炮车。其实这波兵线不推算好一点的，不推了吧？他四级，我们吃完这波兵六，然后又能越塔杀了，因为我们点眼好了。现在我的斩杀线就是满血，我杀的塞拉斯就满血死。耗了一小套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
不用着急啊，这线儿不着急推，慢慢推。慢慢推，这波推兵线推进去，我们把他杀了。没关系，他俩打不过我。没玩好啊，我 W 怎么没出来呢？哎，还好剑圣在旁边，我天啊，我说的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银马六了。银马等级这么高吗？银马银马七级了，我操，给我恐惧了，我这咋没放出来技能呢？他俩控制接的有点好，他那塞拉斯把我练练完以后，他踹我一脚给我眩晕，眩晕以后给我一个道，没事，塞拉斯还是亏，问题不大。不着急啊，这波如果上前可能会有点小亏。我们不上这波，银马可能在中踹我，我没有死，我没有大。不上。把左边的眼儿给他排了，等大招。你咋那么狠呢？没事，还好。哎呀，有点痛，杰斯打人有点疼。这银马血量有点高啊，血量确实是有点高。这波坏了，让他们三个人给我围剿了。吃他一层塔皮。我双断一走。你这剑圣确定有用吗？那剑圣为啥才七级，人家都九级了。不过我们把银马大给他打了还行。没事，他追不上。这个位置居然有个眼儿，我天！其实我说句实话，这波银马不一定能来。
来乌鸦飘娘，给我杀！来死乌鸦！拆呀！快！继续来，把它拆掉。再撞一刀，这把不点鞋吧，不出水银鞋了，这塞拉斯发育太差了。还行啊，我来一趟。哇，漂亮！塞拉斯哪去了？上路挺难打呀。小龙还是很重要的啊。我感觉左边肯定有眼儿，所以我们绕一圈。往下边拉一下。把红打了，我不知道他们家马搁哪呀，我要知道他们家马搁哪我就跟他干了。这银马不知道人搁哪，那人马没管呢。可能是生气了，可能是生气了，生气好啊，生气啊，多生点气啊，多生点气，气性越大越好。我去趟下路，看看能不能把小黄毛杀了。这不 A 我一下？对呀。应该是内杠了啊！寻思这人马，寻思我这么狠、啊，我这么狠都能让他剑圣起来、啊，心里不服啊，生气呀、啊！等一下啊，炸了人，掏的。
平 AW 晕 ，A 接 Q 穿死。我一个红怒 Q， 不敢上，没事。小黄毛已经买六个绿豆了，那你们的快投啊！磨磨唧唧的，赶紧炫一把，找一下个塞拉斯。哇，双段 E， 挺进 W， 瑞文像个精神病似的，别回头了呗。这还回什么头呢？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过家了。下路推打零杠八塞拉斯，我感觉我应该回一趟家，然后变成无敌，走回家。出黑街不出蟹手了，这一把这把确实是不知道咋赢的，可能是我们太狠了。我说实话，对面没有一个路是崩的，只有中路崩的，连我们家上路也是一直被杰斯单杀，最终也被我们带起来。这剑圣六级，人家银马八级还是九级，这俺们都能带上。下路崩，下路没崩啊，这下路二十二哪崩了呀？二十二不叫崩了，二十二顶多算小力，那零九三才叫崩了呢。挺进闪现，加上对面内杠了。